看一下安安的脸书啊，安安上面呢居然昨天就失眠，是不是？没错，睡不着。很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很紧张，第一次来啊，第一次看到这么豪华高规格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有一点小失望，因为现场朋友好像比较避暑一点点，比较避暑吗？对，我想要热情一点点，南部的口音，南部的口音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嘞，哎，有嘞，你懂的。好啦，因为我们南部有口音，台北只会去励志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励志的小姐都给安排，都给杀出来，你猜我大概要去励志啊？对，就所以呢，我们台北的口音嘛，我就是没有。有口音呐，真的吗？哎呐哈，还是都当瓜。我希望等一下给我们主持人热情一点，热情一点，因为我们主持人即将要带来不一样的演出了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呢？哎，继续呢，让我们这些神尊可以陆陆续续进来到会场。那今天也要感谢哦，我们植东卢主，感谢我们林丽华丽华姐，还有我们卢主筹备委员会，今天让我们这三天的绕境活动非常的圆满。这个活动是从11月30日截止到今天，绕境是最尾声，圆圆满满的在我们蒙甲青山宫，让大家都可以祈福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大帮家真正是恁的福气呢，真的。尤其对面的那几栋楼。可以进去直接卡位又不用付钱，公家的公益嘛就很实的呢哈。这个我们这边哦，超准金娜回去巡演完之后，马上给我窗户关起来，锁起来。阿妈的五在嗨啦，嗨麦嘛，你嗨啊？哎，嗨杯三点钟啊，阿棒聊几嘞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上个厕所之类的。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摄影组的？昨天还没有这个人山人海的空拍，真的小空拍。哎，今天直接。这个长长的这个叫什么卡车，摄影棚专用的专业的录影机，录影机，而且我们今天我刚刚看到天空上也好多个空拍机，有空拍机，对不对？好多个空拍机在那边拍，真的哦。所以呢，今天不只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实力坚强的这一些台湾的艺人以外，还有百万网红，还有呢我们在台湾的天团舞者一定会陪伴大家有头有尾，还有让大家听到最不一样的 Hi-Fi， 对，还有我们最厉害的主持人萱萱。等一下也要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对对 对, 對，所以呢，这个阶段呢，在我们要那么来恭迎迎接到咱的新尊的时尊，来，我们先带来几首歌曲哦。这个时候又是属实人的时间呐。没错，那我先帮你讨一点尖叫声好了。我们今天主持人就是两个主持人，一个就是我安安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萱萱。然后我们先来给萱萱一个热情的掌声尖尖尖，好，尖加尖叫好不好？因为今天萱萱她虽然是后半场，但是她也是非常专业，也是非常热情，好不好？所以她也希望感受一下我们台北蒙甲的热情，请问可不可以来点尖叫声？哎，你们这个又发生惨案了，是不是？他们还 get 不到我的那个点，还抓不到我的点。那我们等一下数一二三，给我们萱萱一个最热情的尖叫声，好吗？准备好了没？我跟你讲，人都是现实的，我要来又来送东西了。你们这样子真的安内未塞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想要礼物的手举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想要礼物的手举起来，只有小朋友要，是不是？那弟弟妹妹可爱的小朋友，等一下尖叫声大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哦，你要尖叫声啊！右边的朋友想不想要？不要害羞，好可爱哦，害羞好不好？真的在这边、哦。你现在过来是什么意思？他刚刚有跟我交代说，你等一下上来一定要叫现场的朋友大声一点。他说这个感觉就差这一点点了。跟你讲，南部人的热情就是这样啦。对，靠一。你今天来的行李里面全部都带礼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我带一整箱。我跟你讲，贿赂啦，贿赂啦。没有没有，我今天不打算。我越来越瘦啦，人都没有吃饱啊。不是，人生第一次，总是要让自己有一点纪念价值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。对啊，想要礼物的。手举起来，我看，不要害羞。谁想要礼物？那我可不可以要一点尖叫声？一、二、三！小朋友很棒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萱萱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大声喊萱萱？一、二、三！哦，我脚都软了，不要这样子叫我。还好他后面没有加阿嬷。那我礼物就收起来了，那给你丢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，那你们接好哦。我们萱萱要来表演热情的歌曲了，好，再一次给我们萱萱最热情的尖叫声，一二三。哦，这不行，来那边的。
那边的只有狼嚎而已，真的，我都想要丢给我们 police 大人了。真的 ，police 大人辛苦，看起来很帅呢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那我问你们一个最诚实的，好不好？小朋友不能说谎，可以吗？不能说谎哦。还有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想得到吗？想不想想？这个迪亚真的是还想说，他黑色，想了三秒，想，是不是觉得他太黑，有点不想得到？你想得到吗？那今天主持人漂亮吗？漂亮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小朋友违背良心？因为他们想很久啊，这个答案我不是很满意啊。不会啦，有啦，他们有说了，漂亮。好，那我要丢，你们要接好哦，好不好？这个送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嗨！你看那个小朋友的姿势，他有在打篮球，对不对，妈妈？爸爸妈妈，这个有在打篮球，守卫，守卫。我觉得爸爸妈妈比他们更想得到这个小黑人啊！我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给你，我要丢那边。好坏哦，你真的好坏哦！接好，接好，超坏呀！我已经坏两天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要丢喽！一、二、三，真的很坏。不是我丢太弄球了，拍谁啊？拍谁？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，这是谁的小朋友？爸爸妈妈在现场吗？不在是不是？还是不好意思在吗？哦，这么年轻哎，这么年轻，这个未来哈，栽培一下篮球国手，他刚刚那个姿势哦，很棒呢，100分呢，六个，妈妈生六个哦。你不要乱讲，妈妈生六个，那你真的都是你的话，那我帮你组一个篮球队好不好？人家泰国有人喵打排球，你看这一队要叫什么？好吧，小野猫打排球啊，小顽皮。好，来，那我带来这一首歌曲呢。刚刚我们有听到我们乐团 HiFi 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，那这首歌曲呢，在我们去年度呢，这个也是电影的主题曲，带来这首《体面》送给大家一起。一起来欣赏，欢迎我们萱萱。